现在还没好呢，一揪还疼，到现在没长好呢，快俩月了都没长好。全军出击！正义是一面充满裂纹的盾，而下回俺们要是……哎呀，俺们要是上单呢，没啥玩的呀，想混吧混吧，就整点莫干辣上单，给你个地沟油。哎呦我，哎呀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哎呀，哎呀呀呀，哎呀，晚好。我给你个地沟油，我们以主要以推线为主。没事呢 ，A 他两下 ，Q 就不放了，一直不放 Q， 除非他近身了。你要干嘛？哎呦我，打我！你看你跟我耗，你耗不耗得过我？插个眼儿。我决定学两级地沟油。给你一滩油，丢你一下，平 A， 烦死了！玩个莫干辣还干克，到底要干啥？这不死了吗？咱还能不能那一 Q 再偏一点？你给我把它挑起来，这人马都得死，我都 Q 它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快点闪吧，还不闪现，跟你玩游戏真累，真是累。这么地儿。等个皮鞋出来，我其实想买个多兰戒。阴影中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黑暗。他刚才要一 Q 能中，那人马估计就死了。我 Q 马上好，没给他调起来。哎呀，但是也不怪他，那皇子一 Q 调不起来，也是属于正常现象啊，不能说是谁都百分百中。但是他这波死了，他就不应该了。我不 Q 你吗？这晚豪让我折磨坏了，我跟你们说，让我折磨的。上单莫干辣就一点好，不死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不死，就是打不死。啊，你看，你有控制技能没用，没有用，你过来我就 Q 你，你不过来我就地沟油推线，就是不死。哪个兄弟要不会玩上单，就拿莫干辣混，知道吧？
中单不行，中单你得有伤害。上单就不一样，他可以混。哎，哎呀，他踩地如油了。哎，哎，你看这个难生活。哎。中，我有盾，你在干什么？加了，这莫甘娜这个皮肤音效得改变的。先来个遗失的章节吧，先来个章节，这样我们蓝就够用了。他出魔抗了，开始。对，先出水银骸。哎，我们这还能吸血。那婉豪的那个 E 技能跟我的那个 E 技能其实吸地差不了太多，他 E 好了，我 E 也就快好了，所以那根本就永远他也不可能打着我，永远。先吃个药，耗耗血。哎，耗人加耗血。哎呦，致命点燃接大招，又在那里起飞。哎呀，烦死了，这人马怎么给我孔塔里去了呢？还差一点，差一点点，小兵。真难呐，这人马呀可是太烦人了。我说他咋敢上呢？生死的循环。来个吸地骸吧，嗯，来点捡吸地。恐惧怎么这么长时间？因为这个恐惧是最远距离的恐惧。他根据那个银马冲的那个距离。来增加恐惧的时长，他冲的距离越远，恐惧时间越长。这边人马可能还得来啊，我们留个盾。你大爷的，那个老人马！我不坑你啊，啊，我不打不了你啊。
我让你给我面前装呗，我看看啊。我会让他们知道坠落的感觉。好踢。Rampage。回上路。不要将黑暗混同于邪恶。打我！还出正午箭袋儿，我给你狠的，你还出正午箭袋儿，你干啥呢？啊！来走位，来，今天就放地沟油了。来走位，来走位，走啊！怎么不走位了呢？给我走位！我 A 死你！我看你还怎么走位？他就在那里，我就一直 A 他，我就一直 A 他，我都 Q 我都不放，走位。等你不走位了，我再 Q 你。伤害还是差一点，回家了，来个折磨。开始折磨他，德玛西亚，我破碎的心仍在跳。哎，对，就不理我啊！对，就不理我啊！就不理我，对，使劲猜，对，猜他啊，使劲猜。你看他不理我，我的天！我这蓝炼汉苦楚白楚的呀，谁给你的勇气呢？不理我，哎呀，差一下。根本不知道这人马要干嘛，我就慢慢撇着地沟油，你上来我就抠你，来，啊，不理我，又一个不理我，你看看吗？又一个不理我的，又一个不理我的。我看你理不理我。回家。五二零，爱你们！梅家窃魂卷，出个沙漏。
马西亚学到的教训。晚豪挂机了，挂机了。上野决裂了。怎么不动了呢？他们家才19-10，其实也就9个人头，也没有多少人头，心态不行，你知道吗？来。一勾油，一个抠，可以。来吧，锤石死了，给吧，往前走，定，全是助攻啊，一顿打攻。这上单莫甘娜太好玩了，这尤其打这种落手晚猴这种的，哎呦，太好玩了！以后啊，就用这莫甘娜打那落手，知道吧？选维恩那不行，那维恩肯定是打不了。中，打不溜。MVP 啊、哦！